知影国家有难啊，总统绕跑美国的情形吧？来，遮越南的独立公就是当初阮文绍的总统府，伊伫国家有上届艰苦的时阵绕跑啊。正面看过去，它就像一个 中国字的高兴的兴，那个兴啊，兴盛的兴的感觉，好，就在兴。好，哎呀，口中山主兴。啊，如果从天空看下去，它就是一个吉字，吉祥的吉的一个兴。所以它也设计有融入一些风水建筑，风水在这里。它嘛是冻袂着皮的啊。冻啊。以前是这有有去那个有去炸毁过，炸毁过，是1873，现在又整修了呢。对，1975年4月30号，越南的胡志明市的解放日，吼，那时阵就是这台战车冲入来迄个铁门，吼，把铁门弄掉，啊，迄个橡皮就是迄年的，迄年的《Times》杂志的封面。就是这条相片，哦，啊，就这台战车，就是这台战车，啊，为从这大门，哎，把这铁门弄掉，哦，啊，那条相片就是当年的《CA》的当年的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，嗯，我年终的封面的。开那个会议，啊，也是当初南北越统一的时候，南越签降书的所在。哦，直接签统一的。啊，就是总统已经刷你啊，上来签。闹高铁啊，所以呢，刚才是内政部长、新闻部长签的。哦，哎，那、就是在这边。啊，签了后，遐、那個、国员来签名。谢谢。这个是安怎？这是国员赶快先开会用的，一个办公厅。嗯。啊，直接签订。无签订，签订迄个沙头。有一半嘛，民众也在这边参观时，他冒国外采访团的。哦，所以就要变成简报室。就变成简报室。蒋炳坤就是大家找台商来遮开会，啊，准备要叫大家支持马英九的。国家时代皇帝，姓什么？基本上应该拢姓阮。后壁要接话。国防部长专用的，就是暂时的指挥所。哦。所以你看后壁有地图，各军区的地图。嗯。好，还有一些相关的军事人主管，然后在这里开会。啊，那个电话？那电话就是留下来。哦。这是总统办公室？这是总统办公室。啊，你边仔有看到那门无？那是逃生门。那有地道直接通。你用这啊？嗯，边仔还有逃生门。会多啊，这什么总统？绕跑总统。啊。啊，阿家。人就要改规划，总统后壁这张图，总统后壁这张图象征的是南越跟北越统一的一个象征，嗯，透过一个桥把它连起来。啊，那这条桥即马敢唔存在？有啊，佫有存在，但是有宽心过啊。啊哈，这是中越。这是总统拍电话要偷走的电话吗？嗯，总统摕起来迄个桥带起的电话，桥要收偌济？副总统，我接副总统。副总统接待来宾的所在。嗯。所以你注意看，伊副总统坐，佮有一个台阶无？就是比在来访的迄个佮较高。佮较高。啊，用红色的象征太阳的意思。太阳佮越南什么关系？太阳就是高高在上。哦，这样。官员啊，外宾的先生。
可以换一个面的可以。嗯。好，先让我出发先生。总统副总统夫人接待来宾的首长，所以这个品衡，这个平民无愧的，无愧的权威，无愧的官位。对，安那学问。这个款就是用龙膜、龙梁构成的咯。嗯。因就是所谓龙的传，因嘛是讲伊是龙的传人。哦。哦，啊，这个点就是这个建筑物的中心点，它用龙来压压这个所在，就是象征它的皇位稳固的稳固的意思啊。哦。它内底是凤嘛，所以有龙凤。嗯嗯。总统、副总统、总统。跟总统夫人接待接待来宾的时候，这两个楼梯就是这个建筑的这个中心点的所在。嗯，1962年前，这栋建筑物被那个越南人开飞机投炸弹把它炸毁。嗯，哦，就是从这两个地方把它炸毁。嗯，啊，艺术的是耶。伊的两个手背被炸，等于是伊的叫做炸毁，所以这栋建筑物再重新再修改过。哦，啊，但是咱顶管咱来细老师会看到迄两个投弹点，足准的，炸下来的就是两个人。哦，总统接见文物百官。总统的位够一个怎样？我知啊，够有钱。后边迄个港湾是迄个越南的山水，越南的国土的山水。啊，这伊是用迄个漆画加迄个钢筋马模拼起来。雕很金箔去做出来，而且归越南山水的画。真要上来啊！啊！你唔知非洲国个，无下上下是迄个是，橡胶啊呢。这被防落弹。都说号称防落弹。这网子，哎。啊，另外一个是预防炸弹，所以是防止这炸弹落下来炸死总统，因为这是总统的这个起居室，那个是卧房。所以他选那个总统的餐厅，哦啊，所以一家，他炸弹的时阵，总统有逃过一劫，无跳闸的，啊有弹落来，啊无冲，有弹落来，啊就无炸这个位就对了。总统的某起居室，总统的某起居室，无到车位哦，无到车位，所以总统家人接风。在这里是，越南人受法国的影响，所以他们都是用这种长桌。哦。都没椅子啊。嗯。啊，隔壁那是特别，他们就是特别用的。这间是啥的啊？家具听说是无价之宝啦，因为未来总统用过。哦。总统睡在这啊。哦，哎，科技无啥咧看侪，就是爱在注意。嗯，啊，拢甲咱的总统拢差不多。草包，那温泉啊。哎，啊，这里。啊，书家，这是要放哪里？书家，这不咱绕过去。这是法律诶。法律。技术诶。上面技术。哎，这是技术。哦。这是技术类的书籍。嗯。啊，这是法律的书籍。嗯。也可以买技术诶。他定管这是一个买卖商业书籍。哦。这边总统的车行客。忘记叫什么名字。嗯。这个第一夫人，她去年才在欧洲过世。哦。不然嘛是算只是回归平民啊。哦，这总统的看怎样说啥？我们人也有升象棋，也有打麻将。
啊、所以这总统的生，这是总统的休息员，全是超牌。嗯。还有什么八台？还有八台跳球。啊，我好像扛钢琴。他们请假下来用啊。哦，我懂。只要上来这边，就让你感到清闲如是，不要说四方不是龙。哦，四方不是龙。不要有闲杂人等，不要什么公事下来，就是那个炸弹炸了来收载。哦。还、啊、来直升机，就是要考总统逃生用。哦。还有一个赵老家去逃生啊，为个办公室遐密道，对啊，后边蛋糕点遐无，哦，多伊个房间遐，所以这随时要落跑的总统，对啊，还有绿卡无？可能有，可能有迄个黑卡。暂且指挥室，所以都是到南部以南的，虽然中部以南的一贯的收藏。喜欢看对地哦。现在风景，现在啊，现在应该是一个。我家军官，值日军官的姐。这件事有消息嘛？所以他就把光啊、软电啊切断嘛。我在讲这是广播系统，面向我们的地方。也可以防止那个攻击官都会炸药炸起来，不会打到他的。警报啊！警报是。就用水广播系统。啊，这些兵都是一些老的。我把宾馆炸掉了嘛，啊，人家赞助一两天的那个。啊，先买一只。当初美国第五轰炸机嘛，开得起，要防止那个炸弹那样落下来，把总统炸死。炸机啊，开起来。北越炸弹啊炸了，所以加拢铁壳壳。对啊，加拢铁。加他下水毒死啊，所以这来得起更醉的。专用来生死。这是厨房。厨房。我到国宴时，那个厨师在做煮菜、做菜。我在下面买龙井泡来。2009年的那个世界小吃。所以现在嘛开始，我无同款的越南的一只。所以有一几个故事安尼落来啦哈。1878年的总统。长这个样子。这是第一户人哦。训练一支部队。他连那块的骨子的，这是不能出来。这你这边你讲是北越的，对吧？那个南越。南越。北越，你讲他们在起。那个美国总统甘乃迪，还有那个国防部长，他们在讨论那个。讨论军事的状况，1963年的军越南叫总统坐车嘛哈，专用的出巡专用的坐车。我看伊个何必话做，威严那如果有咧好，那就个车牌吼，我笨死了。这只，这只坐起来咁唔爽，这个黄蛋。唔知咧，应该是条黄蛋。